T1 直男明星赛票选结果出炉，最后人气王没有意外，是由桃园永丰云豹的超级洋将 Dwayne Howard 霍华德，以46,968票所拿下。而和他一样被选为 Team Infinity 先发五人的，还有台啤英雄的蒋玉安、李奇伟、台南台钢猎鹰的古毛威加，以及高雄全家海神的库萨斯。至于 Team Beyond 的先发五人，则是新北中信特工的阿巴西、林伟汉、夏轩，加上海神的布瑞克曼以及猎鹰的阿修罗，当中以阿巴西拿下44,266张选票最多，展现特工黑豹的高人气。就很谢谢他们那么肯定我，就帮我投那么多票，就是明星赛的时候就是一定会打好精彩的球赛给他们看。应该到时候明星赛有机会能秀，也会好好秀的。哦，有秀一定，当然会秀的。除了强势霸占 Team Beyond 先发五人的三个席次之外，特工的曾文鼎、林秉胜、洋将克里斯跟艾德也都获得青睐，将登上明星赛舞台。不过只有艾德一个人被分到了 Team Infinity 当中，但他可没有感到寂寞，反而是兴奋又期待。Good, because maybe I'm playing with David Howard. Maybe it must be interesting. Is for one team, my team.All team on second for me. No, play for each other. It's no, how to say. It must be interesting. Of course, I prepare a lot of things. I have secret. A lot of people who come to watch the Austria game, they see this. I promise. 哎呦，就连被认为是团队型球员、打球比较没有爆点的艾德，都如此精心准备了。想必到时候明星赛会相当精彩，各位球迷就拭目以待吧。YT台采访报道。